管是他呀，人都修了半台机子了，还没遇见管。我多年的撞鬼经验，一般这个时候图图早就应该出现了。难道说我的招鬼体质终于失效了？那这也太好了。等等，好像听到了心跳声。哎呀，都是错觉。继续修。好像不是，我真的拿着40米长大刀来砍我了。那这边是不能待了，转点吧。对，在这个点能把我怎么样呀？追不到我吧，我跑了，还不死心，要展现我。终于放弃了吧？想抓我，那可真是墙上挂门帘，门都没有呀！废话不多说，修机子去喽！修机大业即将圆满完成，给队伍发个信号，等个大礼。我是你这时候才来，已经晚了哟！请在旁边周旋一下，给队伍争取时间，让我们等个机会往旁边走走，就是现在。嘿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等不等我？我走喽。还没人来修机子吗？我真的要顶不住了呀！完了完了，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呀！遇到的都是假队友吗？一个人都没来，我有了要翻车的感觉。随遇都快好了，还是没人来，是我选的机子有问题吗？唉，最终还是没能逃出博士的砍刀，我真的太难了呀！